喝点什么呀？陈总，骆总让你快走。家里谁来？那个柱子叔带着陈家村几个人来了，说要找你办事儿呢。好啊，正好后备箱有几瓶新酒，拿过来。哎，不是你不走啊？就这么说定了啊，就按这个标准走，你们各厂可不能再接别的活了。大哥，这玉珠集团的活今后真的能在整个欧美全覆盖了？我们陈总啊是在下一步大企业，欧美算什么呀？将来玉珠集团的货那是要覆盖五大洲的。再过两年你们啊就是元老级的供货商了，就等着一起发财吧。来，发财！来，好。小王，还不快给各位厂长满上？这个险值得冒。陈总的本事我们是见过的，是吧？玉珠集团能来，那是看得起我们，大家要珍惜啊啊！而且我听说以前给你们的供货商给的利润并不高啊。那只是短期，等熬过这段不就没事了吗？那你刚才等于是给我们灌迷汤呢。人家杨氏那可是出了高价了，现在是那利润少了，玉珠集团给你们补贴啊。哎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玉珠集团的大少爷。好，王轩，还不给各位厂长倒杯酒表表态。哎呀，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看这事儿，哎呀就是这少爷。来，各位咱们敬少爷一杯。来，坐，小辈儿啊，小辈儿。这闹了半天呢，玉珠集团的大少爷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我们以为他是你的助理呢。哎，还真就是助理啊。陈总发话了，让他跟我好好锻炼锻炼，学习学习本事，是吧？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是那些虚荣面子。我今天挑着这么沉的担子来，就是要给大家伙喊出我们挑货郎的精气神来。鸡毛鸭毛带换糖嘞，废铜烂铁拿来换糖嘞。研究什么呢？邱主任，咱们市场的水龙头都换成新的了，够时髦的。啊，那个，以商代工研究报告，这就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的以商代工。现在像老夏这样的厂子特别的多，尤其是国营厂子，积压了好几批的货。陈江河，你得给我带一个好头。
你得让咱们一屋千百个摊位都把根儿给我扎下去，全都扎到这些厂子的仓库里去，让货品彻底流通起来。流通这个事情不好搞的，你就讲我们义乌积压的货太多了，光想靠在市场上做零售，怎么能流通起来？这个不现实。是啊，义乌的未来不会是零售。批发。我说鸡毛，你雇辆车不就完了吗？整个商圈就剩你们家赚钱多。叔，可不敢乱讲啊！这个商场比我们挣钱多的有的是。你少来了，你每天出多少货，我都看着呢。每件利润，我心里有数。哎呀，那是奇了怪了。你说叔，你天天什么也不做，你就盯着我们家做什么呢？那你以为呢？你们那个店开了以后啊，我那个五金店就没有人来过。哎，大光。哎，大光，你看看看看啊，这两口子抠的，连个车都不舍得雇，用咱们家那个大。陈老板，哎，你这样，你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男孩女孩啊？女孩。哦。难怪这么漂亮，奶声奶气的。我再麻烦您打听一下啊，这个是尿不湿吧？对。哦，我们家也有小孩，我现在正是四处去寻找，我想给他买这个东西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买的，能方便问一下您吗？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国内还没有卖的呢。不对。我听说有人在国内卖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才打算最近就要去买。是吗？那如果要是国内有卖的，其实你也就不用从国外带了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那就太好了。哦，这东西有那么好吗？还挺好，挺好用的。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来，给小娃娃一个红包。嗯。哎，你好，我能不能用一下电话呢？哦，可以的。好，外线多少？哦，外线拨零收费的。哎，你好。哎哎哎，帮我找一下那个骆玉珠啊。买单是吗？好的。哦，江河啊，那个玉珠她刚走。你这样，那你找一下我们家丁摊的巧姑。巧姑这会儿也不在，我真奇怪呢，两个人都出去了。哦，再见。没跟你们说吗？咱们的尿布。对方是不是找到新的卖家了？是，我现在也怀疑这样。那个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必须堵到他。不说这些没有用的。家里怎么样？哎呀，一会儿让你的宝贝儿子自己跟你讲啊，他干的那些事儿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。我爸爸。嗯，听我解释啊，我这次绝对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想过网利，也没有想过约他，我就是想试试我那个软件有没有成功。就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软件，出国之前我跟你说过的，它能模仿我们人的各种情绪，我就想试试它，结果就听完了。妈，我同学说啊，那四个西班牙人商量着压低货的价格呢，说统一之前谁也不许跟你联系。翻译呢？那翻译是他们自己人。他们还交流着说怎么跟你说这事儿呢。哼，我就猜到了。还说什么了？哦，对了，他们说费尔南德看上的东西货品质量应该不会太差，但是他们要给你造成一个假象，
说是货品的价格不行，其中有一个人还有疑义，说是如果想要长期合作的话，没有必要压低价格。被那三个人还说了一通呢。反对的那个人叫什么？好像叫莱昂。狮子。对，狮子。哎妈，你行啊！你现在英语是突飞猛进啊，还知道莱昂是狮子。少跟我贫，不要亏待你的同学啊！哎呀，妈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同学啊？下次回去好使啊，再教我们啊。早点睡觉。好，那我先挂了啊。来啊！